64岁赵雅芝和63岁刘晓庆长腿逆天，但都比不上73岁她的腿。最近看到赵雅芝在微博上晒了一张美腿照之后，网友纷纷称赞太逆天了，都64岁了，居然腿比20几岁的妹子还光滑好看。赵雅芝一直以来都被称为不老女神，生了孩子身材还能保持得这么好，确实让人佩服。说到上了年纪还能有一双美腿的明星，除了赵雅芝，还有网友爆料另一位不老女神已经63岁了，比赵雅芝的少女腿还要美，那就是刘晓庆。刘晓庆经常会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美照，而且多次晒出自己的美腿，如果不看脸的话绝对猜不出来这是已经年过60的女性的腿，比很多少女的腿还要精致。不过小编觉得真正64岁赵雅芝秀的腿，63岁刘晓庆的腿都比不上73岁她的腿。潘玲子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了，但是为你们的父母可能很多人都熟悉。她的代表作有很多，比如《神雕侠侣》《一代女皇》《一代皇后大玉儿》《清宫决裂》等众多作品。潘玲子天生长出一张娃娃脸，而且虽然如今70多岁了，但是皮肤依然保养得很光滑细腻，美腿更是不在话下。大家觉得呢？对于70多岁的人而言，还能拥有这样的一双美腿真的是不容易啊。